感谢续订数个月，不知道谁得起，快吃啊！等他长大哦，长大再吃哦。有了，懂了，懂了。那电流极极棒啊！走走走走，有有贩卖机，贩卖机上面有亮亮的。哦，我这出笼，出笼，出笼，救我，救我！来了，来了，小王。小王在哪里？这里。是啊。好。你能吃我吃。走。这边还有一个。有东西可以捡。什么烤肉的痕迹啊？问他好。什么烤肉痕迹？他们说刚刚那个刷过人家烤肉痕迹，都问他。八四，我二。哦，被那个东西刷到，很痛哎。不搏了，不搏了。大球球，你伤害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哦，那个，不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！我玩什么职业捕食？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还蛮强的。对啊，哦，又来，又是这个，加油！我在外面，我抓个羊哈，你们打一下哈。饿啊！哎呀，不要动啊！有一只捕尸，有一只枪手在外场哎、欸。到底骂虚吃啊？有了，吃了，吃了。来啊，枪手来啊！瞄我啊！瞄我啊！瞄我啊！哎呀，痛！瞄我啊！这只枪手就这样子被玩死，我就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把他玩死了。这只十二，这给的经验超多哎、欸。嗯，一下就升级了。死了，那个，哇、哦，快吃啊！快吃啊！快吃啊！点个技能哈，治疗区域，上面有亮亮，看你要治疗还是伤害啊？我选治疗区域。嗯，怎么有那么像电浆球？这是武士的大招。哇，死机了，太 nice 了，太棒啦！快啦！刚刚那两只那一种的，就一下子升满等了。你可以控制基本电球的方向。不见啊！吃我电球啦！控制方向、啊，你往那边射，转弯射，转弯射可以吗？你试试看。我最后把它射回去吗？不行啊！我没试过了。他不是说可以，还是要按着 Q 啊？不知道。我等一下试试看啊，打 boss 的时候试试看。嗯。嗯。真的蛮像手游的，对啊，超像哎、欸。嗯。他只要把下面快捷键改成那个右边地图的旁边，就更像了。就都是放了几个圈圈这样子，对，真的，可见现在手游多强大啊！
以前这样子的游戏只觉得电脑上面有，现在觉得手机上面就有这种游戏了。可见手游现在已经喂大大家的胃口了。没有啊。啊啊啊啊啊！说好的转弯嘞，可控制嘞？不知道。哦，你们怎么被震飞了？轰一炮就这样。是。我续个能塔，为什么你受伤啊？他是站斜的啊。嗯，哇、哦！怎么了？上面有一坨。来了来了。倒掉了。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哈哈哈哈！我不能集能量了，哈哈哈哈。哦、有啊。你要集啊。我想说直接按大姐刷掉。哎，哈哈哈哈，没有能量了。不然我们来决定谁当补子好了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能量都被打掉了，卡在那边。哈哈哈哈，后面还有，骗你们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。有东西掉下来，哈哈哈哈！有一只龙掉下来了，哦哦哦哦，快死啦！停下吧，上面吧，是不是走上面啊？坐电梯了，坐电梯了，坐电梯了。对，坐电梯上面。啊！啊啊啊啊！吃到一颗球。哦哦哦哦！哎、哦哦欸，你怎么在边缘？哎、欸、哎，这样这样这样，你这样上得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白痴！哦哦哦哦，上面没有东西。哦哦哦哦，没打过的，好哦哦哦。还是就是他才是会吃小蜘蛛补血的、啊。好啊，不给技能量啊！我也没有打很大力哦。上面一坨，给你挤啊！其实我能量已经满了啦。哦，我只想追追他啦。吃啊！吃啊！可以啦。我还好。哦、呦有鸟会跳的哦。啊、我没有还好了，我要去吃了。会跳的鸟。哦哦哦啊！打偏了。快点！点你。哦哦哦哦！怎么听到哈基的声音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听到怪的声音吧？从房间穿过来有。是有那个总可能啊！我靠，下面你有看到下面很多箭头？有，我们要打五个目标。嗯。哦，这一只吗？进去打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颗的给你。啊啊啊啊！哦哦哦哦！哦哦哦！哎，没了哎，剩渣了哎。可能他旁边的小弟也算吧，对吧、啊？换我了，好，好，可以控制吗？可以控制吗？不行啊！那他可以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去哪里？回来啊！哦哦哦哦！这里，是真的。哦哦哦！转起来，稳转，转啊！你也跟着转啊！
哪有 MVP 哦？哎呦，哪有？你输出也没很高啊！你可以笑输出好吗？差一万。你输出也没很高啊，我杀敌还比你高哎、欸。我在混啊，我在混啊，这个混分。熊库存视频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火焰改造器，熊。48等，63等，61等，中个61等的好。嗯，这个好啊。哇，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移动后加速的，闪避后加速的，超多个哎、欸！我怎么拆解它？按 F。嗯，接下来是武器，我抽一把武器，抽，又是古枪，是多凶了，我拿古枪啦！你不要逼我拿古枪来玩哦。欸，我也到那个了，紫色装备了。你六五了？对啊。太屌了吧！还没，太会抽了吧？我怎么每次都只加一等或两等啊？应该下一次就可以了。一枪，激光陷阱，激光陷阱伤害增加，就你的一啊。我在想要不要玩古枪？玩啊，又改输出嘛，补啊，我还补啊。也行啊。对啊。好、oh, ，为什么你等级升这么慢啊？我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古枪很坑，是很坑啊！哎、欸，杰超你几等啊？我看你昨天也在玩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我们来破坏水晶吗？52等，我的天啊！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瘟疫的武器，我都还没抽到10个，20个，他就下一阶紫色就跳出来了，要我抽55个。嗯，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就一样的货币吗？一样的货币，但是他抽的数量更多。哇，我都还没抽到，就要我更抽更多，也太难了吧！嗯，永远的第一次看台，好、哦，嗯，要变暴力捕食啦！啊，小关卡，哦、要打什么关卡吗？随便。缺什么材料？没有缺。紫色的啊，紫色货币啊。紫色货币是要打35等以上的才会有那个。对。嗯，那我们就不用去看30等的金色喽。嗯，好。私人，那就来打个40等的。每天都是第一次看台啊！第一次看台，今天第一次看台。台主你好，哎，杰克你看哦，哎，长短哦。差好多、哦，他那个伤害就快3倍了、啊。嗯，伤、哦、害就很可怕。紫色的、欸，寻找瘟疫、哦，就会有水晶。我们要破坏水晶。哦。开了，
车。想去哪？好，存满了。哦，痛，痛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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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什么 ID 啊？感谢学车仔订阅。学车仔，哎、欸，我被另一只揍了。哇，这也太多那个小型 BOSS 了吧？然后隔壁打。好好，隔壁安全点。哦、一点啊！快死了！啊啊！快死了！哦，卡了一下。哦。是吧？闪了！我、哦，原来红圈看不太出来，来不及跑。这手，哎呦！还想去哪？死了！这个。要不要回去你们集一个那个、啊？集个能量吗？可以啊，那就可以集啦、啊。OK。这有时候这陷阱也需要拆掉，不然好麻烦啊。就跟怪物混在一起的时候啊。嗯。我觉得我也升那个好了，会变大的。35，啊，对，有人说35之后就乖乖点补天赋吧。嗯。是啊。你想说有没有要吃？你不吃我才，你不吃我怎么会有钱啊？收钱哦。嗯，射程也没特别远，什么东西射程也没特别远。他的武器啊，那把武器的问题啊。痛！哎呦！哎呦！啊、哦！有人偷吃！哎呦！不是我吧？你啦！我刚开宝箱哎、欸！你开宝箱直接吃到！哦。回个能量，回个能量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你放宝箱旁边，后面那个不知道，应该是直接知道。这什么游戏标题哦？然后说标题看不到。嗯。哇，好，那就放画面上吧，像我现在都放画面上。哦，我都没有放。因为 Nono 用手机版好像看不到标题。嗯。所以我就直接放画面上。不用客气，不吃啊。有只小王。你加油。我被打飞了。在哪里？亮亮的，那里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电流狙击棒哎、欸，嗯，上面，下面有怪，然后我烧起来了。等级升那么慢哦，亏我还带经验加倍的。DNA， 警告，外面吧。哦，看东西，没。好。嗯。
放画面上还看不到，要放两倍大哦。要出题，黑框，还要再放大。下面有电的 boss 哦，周围有电的 boss 哦。上面也有一只小 boss。好痛啊、哦！怎么射啊？等一下，两只啊！哎！痛啊！救命啊！不是啊，这种效果也太机车了吧？对啊，哇塞！他那个我不管，我待会我还是回去，玩团好了，我还是回去玩团好了。下死了，好痛啊！还有一只哦，嗯嗯。哎，电流叽叽棒，叽叽棒，跑去哪啦？死了，箱子。嗯，哈记没有哈记，那你不会去看哈记台？哈记在隔壁开台，快去快去，看哈记台。嗯，是吧？找了，你不吃啊？你吃啊？你吃啊？隔壁就是哎、欸，隔壁就是那个嘞、欸。打 boss 了吗？没有啊。隔壁就是房间了哎、欸。哦哦哦，亮亮哎、欸，不见啊！有亮亮，我没看到。楼梯那边。哦。嗯，没有玩麦块，今天有出麦块影片去看。快看！呼！我、哦、被转到。烫啊！闪喽！啊！吃一吃。隔壁台很无聊，隔壁台是什么台？你怎么可以说隔壁台无聊？你要说它很有趣，你要说隔壁台很有趣，但是不是你的胃口。嗯，你很好，也不错，但是不适合我。就像人家喜欢吃香菜啊，啊，我就不喜欢啊。嗯、尊重一下别人哦。有些喜欢，有些不喜欢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有了护盾之后。这真的是普通招，真的不习惯躲。熊啊，香香，香香，哎呦，有亮亮。那上面有亮，他不会说距离多远、欸。东西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破坏水晶啊。补能量喽，补喽补喽！我大概就会说离多远，他只是说寻找啊。嗯。大绝。哇，今天晚上吃羊肉这么好，佳佳浩。羊肉。水牛肉。对啊，就牛肉啊。佳佳浩。你死！啊啊啊啊！又把东西打完了！操你的！不补你了！哦！干你小怪可以留一下嘛？那个名就很好打的小怪，你还硬要开大打他，你这样真的很不尊重他哎！杀鸡焉用牛刀？你只是想笑对不对？哈哈哈！哦哦哦！我角色笑得多开心啊！你要不要玩补食看看啊？不要，不管。下一场就你补了，我坦。我又补又没等级。哎、欸，抽得到哦！你现在读装备而已啊。你的饰品就已经可以抽到那个蓝色的了吧？两个，你现在应该都可以全部抽蓝色的啦。嗯，不知道。不要骗我、哦！不要骗我，因为我的坦克跟枪手完全没有抽过东西，已经可以抽蓝色的了。哦、嗯。就你的等级有拉上去的话，他就直接给你抽好的。的饰品，
他就是看你后面两个等级啊，如果有搭到，他就直接把你换成好的。你们想玩啊？不是可以自补哦。你看你这样玩好累哦。没有啊，我不累啊。雅思辛苦啦。雅思昨天关台后才发现你有抖内我，哎，感谢哦。虽然只有30块，不、啊，不是虽然，对不起。完了完了，因为他说上限到30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调到说最高只能抖30、啊。应该是影院那边抖满的哦，一天的最大限额。不是啊，他来我这边抖个30块，说然后到上限了，我以为说是 YT 这边到上限。他的 YT 啦，哦，本日抖内金额哦，所以是 YT 他有个上限哦。账号，你每个账号每天能抖多少有限制？哦，哈哈哈！这也是雅思出现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。哇，是他抖这个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、欸。对嘛，这样子才对啊！而且，你为什么要开大局打一只王、啊？他很烦。不是你那个啊？对你还没十等，对不起，你想用十等才有补血，才有吸血。哎、欸，不要踩楼梯，不要踩楼梯，那个电。那个电扫在楼梯下面也算是上面的伤害。哦，对，你看不到他。那心话说出来没有啦？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啊？什么？来来，音乐剪。等一下啊、哦。好了 ，YT 还在做，有啊 ，YT 还在做啊，刚刚有啦。好好伤心啊、哦。就是你们。因为听到他这辈子最伤心的一句话就是这句了，真的，我们那么努力在做，我 YT 从来没有听过，你们都不看，我难过。我要想 ，NoNo 只是他们拍片的素材的地方 ，YT 才是剪影片的地方。卡住，被撞到吧？应该是被撞到，瞬移的时候被撞到。可能吧。嗯。哪有？嗯。所以你记得你那招叫什么了吗？震退。震退区域还是什么的哦，他可以击退人。不是，感谢礼物。不是圣诞老人吗？感谢赤种的礼物。还是你要开大，你讲一下。哦好，对啊，哦，好，我刚刚怎么总是又被他控了？后面有箱子，拿个。那不小。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。嗯。哦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电死你们！哎呦！等一下，我还是要换坦克了。还是坦克玩的习惯。我打到隔壁房去了。欸，回来哦。哇，好，求你了。嗯，真的需要你啊，打不痛啊。不要逼我开大招打小怪哦。你再不讲啊。我打了。妈的，你再射完才说。渣男。哦，好多只哦。哇，好好好好，你看你刚刚不用，现在用。不是啊，你刚刚用，现在不用，可以用了。渣男，
啊！你要死了！你要死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大的大的大！只的上面是出大只的。好好，不是好好来攻大小，好恐怖哦！怎么这样啊？传送门是不是上面才是水晶的位置啊？传送门巨大的，大大的。他们还是怎么收到我的帖子？我没寄帖子给你。哈？什么帖子？什么时候？雅思说收到教主的帖子，我来了。我说我没寄帖子啊。你怎么这个错字？应该是你刚刚讲的。没有啊，我没说话啊。刚是影院说话的。啊，你啊，帖子收错喽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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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射手阵，射手阵，隔壁房间，对不起，隔壁房间，我好奇，我好奇走进来而已，我怎么知道这么刺激？快来了，好爽哦！你这时候扫就很爽哎、欸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哦呦，先把射手射打掉。您的基本攻击可控制球的方向，骗人。到底是怎样控制都没有讲。哦哦，他说基本攻击啊，干没骗，所以你是按着基本攻击的时候，朝方向它会动吗？他是这样讲啊。好，走，应该有机器吧？哦。有吗？有啊。要买吗？没有啊。哦哦哦！我想试试看这一招哎、欸。丢！哦，刚第十、第十等的那个啊，最后一个、就是你发了一个大炮之后，它再发两发出来。你看啊、哦，就像这样子。嗯？有看到吗？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，好好好好，我放弃那个控制了，假的，哎、欸，正在隔壁了，到了吗？对，我怎么碰到也会？我想说从他边边。不是不是，我笑的是雅思说可恶的24小时还没通过。还不能倒。我是笑这个。我想说你是笑我被烫到。没有啦，我怎么会那么只笑这个嘞？24小时现在还没过。啊，很好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左边。哎呦，干嘛？转过来，转过来了！不要哦，你冷静哦，你冷静一点哦，不要转过来哦，你冷静哦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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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等他长大。渣男，人家还小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很大。